场表演，众多辣妹簇拥登场，特有的台式风格让九一一取代谢金燕，成为最多跨年场的艺人。台北加上故乡台中双主场都可以看到他们。九一一这回还要带上强大的舞群，人数和风格保密到家，但绝对要给大家惊喜。台中发迹，闯出名号，力宝乐园唱压轴，再见中港路就是表演曲目之一。经纪人透露，九一一为了跨年演出准备了超过两个月，制作团队重新编曲，三人也会跳上一段，整个规模比拟演唱会，绝对是精彩的秀。曲嘻哈庄脚琴，露露也会在洲际棒球场合体现唱，九一一要嗨翻全场。九一一人气红不让，三场跨年一结束就直接开车赶到花莲，1月1号元旦就会在花莲陪大家度过观光节晚会。记者杨忠胜、李怡慧台北报道。